周星驰在元旦日在社交平台发文，叫粉丝留下新年愿望，吸引了不少名人留言，星爷都有逐一回复。另外有位台湾美女写下露骨留言，她说星爷我想送你我的底裤，而星爷就以六个字回复，震惊大批网民。这位想送底裤给星爷的美女是台湾中华职棒的啦啦队成员林坦，出名样子甜美，身材火辣，而星爷就复她说有什么颜色选，引起网民热烈讨论。